因为我以前自己在北京开了一个会所，会所里边其中有个项目就是有一个小酒吧，但是因为疫情不景气，所以说会所倒闭了。然后我在网络上看到南方后备箱集市非常火爆，我特别希望北京也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后备箱集市，我参与到其中。之前没什么关联，现在呢就是实体店我自己不做了，不开了，然后很多的这个货呢积压在自己家也放不下，所以呢到这个现在不是经济复苏嘛，然后呢大家都过了出来这种摆摊做生意啊，但是就是人流也挺大的，然后也增加一下自己收入也挺好的。